在我手中这一款组合的二合一铝合金双解泵啊，现在是组合的状态，然后很笔直的啊，很笔直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把它拧开，看一下，这个绳子是加粗的啊，加粗的绳子非常的结实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火花效果，非常的顺畅啊，顺畅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换手的效果，非常的运用自如。来，一秒组合啊，组合接口非常的紧密啊，也很笔直，很笔直。这个是组合，给大家转转花。好，看一下可以把它结合起来，这个非常的方便，转棍。